今天我们要介绍如何设定并开始使用新推出的 Garmin Mark 探险者大马士革钢典藏版智能工艺腕表。在开始之前， Garmin 建议您在前往冒险前先将手表充满电，如果是长时间的冒险，可以随身携带充电线以便随时充电。您甚至可以使用有 UL 认证的行动电源，或直接连接到相容的智慧型手机来充电。现在长按来键来开机。开机后请按 Start Stop 键，使用手表左侧的 Up and Down 键来浏览语言选项，按 Start Stop 键来选择您的语言。接着我们要将手表配对到您相容的智慧型手机，选择打勾来开始，使用手机的相机扫描 QR Code。 如果您已经安装 Garmin Connect App， 扫描后会直接跳转到装置搜寻画面。如果是首次使用，扫描后会跳转到安装 Garmin Connect App 的画面。下载完成后打开 Garmin Connect App。 如果您有 Garmin Connect 账号请选登入，没有的话请选建立账号。按照荧幕上的指示输入您的资讯。App 会开始搜寻您的装置。当 App 辨识到您的手表时，请选择进行连线。手表会显示六位数验证码，您需要在 Garmin Connect App 确认它。接着，按照荧幕上的提示设定您的偏好设定。完成 App 设定后，选择完成。现在，您的手表与手机已经完成配对，手表会显示有日期和时间的表面。Mark 典藏版有独特的预设表面，但您也可以自定想要显示的资料。如需更多资讯，请看我们的自定表面影片。首次使用手表时，会显示有用的提示，让您更了解手表的功能。您的 Mark 探险者大马士革钢典藏版也配备了触控萤幕，可以用来操作手表。例如，您可以轻触萤幕来开启背光，向上或向下滑来卷动页面，用手覆盖萤幕会回到表面并关闭背光。如要了解更多触控萤幕的使用方法，请见官网上的使用者手册。Mark 典藏版为您的冒险热情量身定制，它有快捷键可以快速进入定向越野应用程式，以导航到设定的方向。如要使用快捷键，长按 Start Stop 键。如要了解更多可用的快捷键，请看我们的自定控制项与快捷键影片。如要进入活动列表，请按 Start Stop 键。您的 Mark 典藏版会显示与您的兴趣相符的预设活动列表，不过您可以选择列表底部的新增来新增更多活动。浏览列表并按 Start Stop 键即可新增想要的活动，接着确认您想放在列表中的位置，然后重复此步骤来新增其他活动。如要开启活动，按 Start Stop 键，收到 GPS 后再按一次 Start Stop 键来开始活动。以上是本次教学。您的 Garmin Mark 探险者大马士革钢典藏版已经设定完成，如要了解更多手表相关资讯，请看我们的其他影片或前往 support.garmin.com。